为何空姐上飞机要带香蕉？离职空姐爆出事情，真相让人心酸。随着时代的推移，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强盛，各项设施也在逐渐完善，人们出行也越来越方便，很多人都坐过飞机。对于飞机，人们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空姐了。很多女孩都希望能够成为一名空姐，因为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都见过空姐的姿态，非常的有气质和耐心，不仅可以冷静处理乘客的麻烦事情，身姿还显得非常优雅和内涵。但有人发现，空姐每次登机的时候都会携带香蕉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在询问了离职的空姐后才得知，虽然在我们的眼中，空姐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职业，但他们的背后也是有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。在空姐正式上飞机前，需要经过刻苦的训练，不仅要训练礼仪姿态，还要学会处理乘客的问题，同时还要学会面对紧急事件的急救措施。从业后也是非常繁忙，每天都要在天上飞来飞去，就连好好吃顿饭都没有时间。有很多空姐都选择携带一些香蕉来充饥，因为香蕉本身热量低，还能带来充足的饱腹感，对于需要保持身材的空姐来说是最好的选择。对此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